网络声量还是不及韩国瑜。每个人做他该做的事情干就好了。我是来当台北市长，不是来当那个部落客的。是去高雄啊，然后也没有跟他碰面，他也说他没有申请，怎么会没有办法申请喝韩国讲美？不是啊。那我去每个地方也不见得跟每个人见面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自然就好嘛。时间到了就会见面，那种说，是吧？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交钱也没有问题，啊，但是大家过人方便的，哇，奇怪，为什么老是这个变成问题？难道为了要见面而见面吗？这很奇怪，是不是？你从以色列回来之后，你身体就不太好，然后结果还是每天这样子跑行程，然后可是每天跑行程的结果，你网络声量还是不及韩国语。而且他这几天你都没有什么公开行程，他就是昨天发了一个林黛玉的文，然后网络就啪就比你高这样。这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不是你考试很认真，考试成绩就很好。说这也没什么关系啊，每个人做他该做的事情，这样就好了。阿丽啊，我是在当台北市长，不是在当那个部落客的。